十一三十号，明天有公共澡堂、人生乐团，还有萧贺硕。对，明天3点到5点半将会有公共澡堂、人生乐团，还有萧贺硕的演出。来，晚上7点半到10点，晚上有董玉昌老师，贝利，美丽的贝利，好，美丽贝利，张凌峰，最后一位是很有名的萧煌奇老师，萧煌奇明天都会来到现场，谢谢你帮我们预告明天的节目了。希望喜欢的朋友可以告诉更多你的朋友，甚至到脸书上告诉大家，然后帮署名按个赞，一起按赞吧，一起按赞吧。好，那署名30秒过了，好，我们让您来决定怎么样来致赠礼物了哈。你可以问问题，也可以看哪一个帅，哪一个美，哪一个最可爱，然后你送给他。好难哦，真的好难哦。好，来，还要不要问？你不知道偶像不好当吗？来。来问问题，我帮你问第一题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问一下舒敏恩，他的阿美族的名字是什么？停哦，我们让你来喊一二三，好，来，看好哦，好，一二三，拿帽子的同学，拿帽子的同学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好，穿粉红色衣服的，你还没有讲还没有讲叫什么？署名，他在后面还讲了更完整的吗？那是我的姓，他连名单姓都讲出来了。讲一遍吗？署名卢碧。好，署名卢碧，谢谢，这是你的歌迷哈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从台北赶过来的歌迷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刚刚会有钱来了，你刚刚去。这个问题。他们通常都没什么钱啊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第二条。第二条。是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你要不要再想，还是我再帮你想？好，你来问。我找人啊。好，那你要看好，你不能光看辣妹哦，要看一下像我们的欧巴桑小姐的哈，好，还有阿北的哈。其实你现在可以有一点点骚动，就是这样，对，我就看到你了，不要太明显，这样，有一点骚动啊。好，请问一下苏命，他是哪里？然后哪一个族的朋友？还没有讲清楚，可以了哈。阿美族。然后住在哪里？台中阿美族，谢谢。谢谢。请问你觉得苏命是偶像吗？是。不要这样了，我会骄傲了。交给你骄傲一下。好，来，第三个，你想了啦。这么帅，怎么会想不出来？长那么帅。第三个。好难哦，好难哈，对啊，不知道呢。好，那我帮你想一个。好，好，请问一下，苏命他后面刚才那个很棒的乐团很难呢，叫做什么乐团？苏命，好，来吧，那就这边是图腾，对不对？图腾是我的乐团，图腾是你的乐团，啊，不过这不是图腾，这个不是图腾乐团。不过也可以，因为他知道我的乐团名字。好，谢谢，你真是爱护歌迷，谢谢。谢谢。本来人家看起来很想跟你抱一下，然后不好意思说呢。真的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四条，这个问题你要自己想了吧。好吧。怎么会有这么老实勾引的偶像？来，好，这个问题很简单吧，不要太难了。好，这个活动叫创意漫活节。不会，你要问这个。这个活动叫创意漫活节。是。对，请问这是什么活动？好，那里有哪一位？我本来要说那里有位外国朋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有一位外国朋友，他会可以讲中文吗？会讲中文。可以，好，来，我们欢迎一个外国朋友。你愿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？很难哦。他只是长得很像外国朋友，搞不好他是原住民。也是美族的吗？会学的。好，问他，他要回答问题。好，请试试看。这个活动的名称叫做创意生活节。请问这个活动名称叫什么？创意漫活节。好，这个朋友，创意漫活节，我听到了，谢谢，掌声喵姐，谢谢，欢迎你。你已经有国际后援会了，苏命。你确定吗？真的。搞不清楚状况。请问你是哪一国的朋友？
捷克的捷克的朋友，捷克的歌迷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哈，自己把。